今仔日我要听阮凤四个人吐公道。是你把这份相片放伫个以前门口靠着。我着公开这份资料，叶文聪先抓甲白银串通。你放过我啦！你如果需要我斗三工，我绝对会尽全力。你要搁较侪钱，我会看好。你这船只嘛，银矿内底一粒心中原本的主人余德胜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日至拜五暗时八点，一家欢迎。老千万，要来找你的麻烦啊！伊逼我讲德胜因兜人的下落啦，拜托的，我哪有可能讲啊？甲讲讲的，会继续害人哦、喔。老委长，你放过我啦！好了，我卖为难你，你要最后，我到三港去。是讲站在人家叶少峰哦，不然就是你藕断丝连，安怎找拢找袂？但是今麦好生回来啊，根本就是为两个人哦，倒是爱的桥梁。我给他一破镜重圆，而且早晚的事情。少峰的身世，你藏着掖着，十几年之后才让大家知道。你都能继续留在这个家里了，凭什么我不行？你说个道理给我听听啊！亚芳，我亚芳，你现在怀着我的电话，我想要见你。亚芳，你出来。我一开始接近你，只是为着想要去对付曹峰的跟我讲的。啊，现在起码我也无第一件大事啊，咱自然就无必要过来哦。你先坐下，你都犯规。你喜欢，你喜欢。哎，这是你咩啊？对啊，对了，李忠刚家各位贵宾，今日大家来参加这个记者会。叶志成是嘛？银行内底一粒心中原本的主人，伊的名叫做余德胜。我着公开这份资料，为着要救叶志成，姚文聪先抓甲便衣串通，联手杀你。Thank you.